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赵小姐，您的快递到了。来了，快递吗？这么快吗？给我签收吧。为了任务，忍一忍，忍一忍。怎么了？快给我呀！啊、你要干什么？别乱来啊！我要报警了。赵小姐，对不起，我没想吓到你。这双眼睛仿佛有魔力一般。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成功激活神豪奖励系统。快，快递签收完毕，感谢配合，祝您生活愉快。我刚刚是怎么了？还好跑得快。不然魅功体质完全发挥出来就更麻烦了。接下来。哇啊。恭喜宿主成功觉醒送快递有神豪奖励系统。系统，你之前说只要我开启系统就能成功摆脱魅功体质。是真的吗？没错，只要宿主积极完成任务就能获得相应的系统点数。那是做什么的？可以在商城购买小道具，当然也可以改变人的体质。宿主现在有100点。哦，让我看看买什么道具。这个眼睛好啊，有了它就能降低我的魅力影响了。欢迎宿主下次光临。真的有用吧？你可别骗我，系统。那当然，我们店可是绝对正品，假一赔十。只不过什么？只不过时效只有1星期呢。退货，把我的点阵吐出来。道具已经出售，再不退货。但是宿主可以过任务赚取点阵，为眼睛无限续时。做的任务越难，系统点券越多，一点有500到1000点，系统点的数量跟完成任务后对社会正面影响程度成正比，一般每次是100点系统点，宿主可以用系统点消除魅功体质。那需要多少系统点啊？不多，100万而已。100万。宿主，你在干嘛？是听到100万后打击太大了吗？哼，我在找卸载按钮，我要把你这个没用的玩意卸载。亲，系统已经绑定，是不能卸载的哦。而且消极对待系统任务是会有惩罚的呢。不仅没用，还是个流氓软件呢。别这么灰心嘛。选择你与我相遇，绝对不是为了坑你的点数。我们慢慢积累，总有一天我们能成功消除诅咒的。总有一天，如果没有呢？长得真俊呐、啊！做我老伴儿吧，我死去的爱情又燃烧起来了，和我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黄昏恋吧 ！No， 80年魅功加身体质也太可怕了。咱送快递有神豪奖励系统，除了奖励相应的点数外，还有其他奖励哦。真的假的？刚刚宿主完成了撩妹的新手任务，奖励已经送到楼下了，请宿主一步接收。多俊的小伙子呀，怎么是个傻子呢？工作压力太大了吧？居然对着空气说话。哇塞，这不是最新限量款的兰博基尼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啊？这一台就要3000万了呀，有价无市啊，到底是哪个神豪的？姐妹们，我摸到兰博基尼了。喂，送快递的，离远一点，这车也是你能碰的，不要挡我拍照。这车是他的，一个送快递的。这兰博基尼开着也就那么回事儿。100万的点数，我得送快递送到哪辈子呀？
此难度完全按照宿主的品质决定。宿主毕业于名牌大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学生时代一直是远近闻名的校草，还是篮球队主力，完全的主角模板。100万系统点已经是简单难度了。去你大爷的简单难度！我当校草还不是那个该死的魅功体质害的？我只想做个普通人呐！100万就100万吧，快给我布置任务。没有任务哦。什么？必须要有人深陷困境，渴望他人救赎，或者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不正义事件发生，才会触发任务哦。让我做任务的是你，不给我发任务的也是你，玩我是吧？警告！警告！苏宁，快开门！我知道你回来了。来了来了。张婶，您怎么来了？房租你还想拖多久啊？上次和你说的相亲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若是肯去的话，房租我还可以宽限你几天。唉，要不是我已经人老珠黄，孙子都快有了，我真想保养。行行行，别说了，我去还不行吗？妈，我来这里相亲，你就不要跟着我来了。这可不行，万一你被别人骗了怎么办？长得帅的男人最喜欢骗你这种小姑娘了。对不起，我来晚了。妈，他不会就是张婶介绍的人吧？兄弟，好久不见。呵，吓死我了。以后我孙儿如果长不出头发，我可不能接受。哼，我看您比我还跳，干脆让我单身一辈子好了。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话说相亲还迟到，张婶介绍这人也太不靠谱了吧。你们好，我是张婶介绍来的，我叫苏宁，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真是不好意思。是给我送快递的那个男生。哎，你好，我叫赵可儿。你好，您的咖啡请慢用。我们家可儿比较内敛，我替她问几个问题可以吗？当然，阿姨您随便问，我如实回答。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月薪多少？妈，你干嘛一上来就问这个呀？我是送快递的，如果业绩好的话月薪6-7千，业绩不好的话就5-6千的样子。好你个张秋芬，给我女儿介绍个送快递的。好吧，看你这样也不像是骗我，不过一个月6000，别说房车都买不起吧。妈，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女儿从小锦衣玉食，她喜欢旅游，还从来不穿杂牌衣服。说实话，像你这种地位低下的人当我们家佣人都不配。我看你就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废物。地位低下就该被蔑视，就该被践踏。系统，你说这样的人，他的存在也是对社会的一种不良影响吧？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教他做人？你想干什么？嘟嘟囔囔什么呢？不服气是吗？好，我来让你认清现实。你就是个连车都没有的穷光蛋，一个送快递的，根本配不上我女儿。奥迪 A4 见过吗？哼！妈，你这是干嘛呀？真不凑巧，车这种东西我正好有一辆，请看。阿姨这么懂车，这辆车应该不陌生吧？这是兰博基尼。不对，冷静，这小子若真有钱肯定早就显露出来了。难不成，哼，我看你这车是租的吧？真是有劳你了，为了相亲这么用心，差点被你骗了。哼，您说是就是吧，既然闹得那么不愉快，我也没解释的必要了。切，穷鬼还想骗婚，臭不要脸，我呸！检测到不公平现象，诽谤，颁发随机任务，展示银行余额，打脸赵梅花，奖励系统点500。喂，有没有搞错？展示账户余额，我手机就剩50不到，房租都交不起啊！这是让我给人笑话。放心，已经根据地球的物价水平给宿主提供了金额。放心展示，肯定能给对方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精神冲击？那就勉为其难地展示一下吧。唉，这个世界上总有些狗眼看人低的人，对付这种人只能用实力说话了。看到了吗？以我的财力需要租车吗？1位数，2位数，是10位数，10个亿。对呀，就是10个亿。我靠，系统你也太夸张了。小钱小钱而已，行了，
我和你没什么话要说了，告辞。哎，别走呀，小伙子。其实阿姨我啊，还单身哟。已经结束了，别爱我，没结果，再也不见，快溜快溜。我的金龟婿。速度完成任务，给予赵梅花精神冲击，奖励系统点500。我说系统，你直接给10亿也太离谱了吧。听说10亿也就是个小目标呀。系统，你上主人是不是姓王啊？警告，突发任务，检测到帝豪小区有美少女即将被迫害。快递任务介绍，帝豪小区知名主播团团此刻正遭受到来自主播平台高层的潜规则，任务紧急，请宿主尽快前往。若任务失败，将没收所有点数，且现有资产变为负值。什么 ？Hello， 欢迎来到团团的直播间。团团又来给大家直播啦，今天先来打几把绝境求生，大家点点关注，送送彩虹棒，升升粉丝牌哦。啊，感谢我很有钱送给团团10个火箭，成功提升了热度。老板要上车玩游戏吗？还有位置哦。哼，没有钱搞不定的女人。什么？谢谢平平无奇快递员老板送的100个黄金超火，全体起立，感谢大哥。哇、哦，这是哪个神豪啊？这 ID 没见过。10个火箭也好意思上车打游戏？呵呵，什么土豪，刷10个火箭也敢说自己很有钱？我宣布，快递老板给团团锁死了。这人谁啊？做对是吧？等一下我直接给你封号。要潜规则团团的了。就是这个 ID 叫我很有钱的人吗？嗯嗯，就是他。哇，虽说要打那个人的脸，但是100个黄金超火会不会太招摇了？这可是100万呐、啊！哎，不过算了，反正花的是任务经费，系统给我报销，不花白不花。您好，您的快递到了，这应该就是团团住的地方。门没锁，什么情况？难道那个什么我很有钱的变态闯进去了？住手！放开那个女孩！快递员老板送了礼物就不说话了，那我们先开一把吧。原来还在直播，没听到，没有危险就好。让他签收之后，任务应该也就完成了吧？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女主播团团对吧？又是哪个粉丝的骚扰电话？不是，你找错人了，我挂了。你敢挂，我就把你的所有信息都报出去，包括你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哦，对了，还有你老母亲住院的地址。你找错人了，我真的不是。豆沙直播游戏主播团团，直播为了母亲治病，家住帝豪小区。多余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你到底是谁？你想怎么样？呵呵，老子被你的什么快递员粉丝狠狠打了脸，总得让我找回点场子吧。直播绝境求生和我 PK， 3局2胜制，输了的话晚上来陪我呀。若是你这个颜值游戏主播有本事赢，我可以大发慈悲，当做什么都没。你就是那个我很有钱，你这是犯罪，我要报警。我明说了，我是豆沙高管，我不仅能封了你的直播间，我还能让你的工资提不出来，看你怎么给你母亲治病。看谁拖得起哦。去报警吧，去吧。这个赌约谁？让我来，我送快递。
有神豪奖励。这个赌约向我来。你是谁啊？怎么进来了？我不是坏人，只是送快递的。刚才喊你，你没答应就进来了。送快递的还会叫锁？少骗人了。大姐，是你家门没关呢。这么一说，好像是忘记关门了。那也不能随便进女生房间呀、还有，你叫谁大姐？好好好，我的错，快递给你放这儿了啊，你记得签收。什么嘛，和直播里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啊。知道我是谁？是跟踪狂。我只是不小心听见你打电话呀，你放心，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敢泄露一个字，我就阉了你，现在赶紧滚。哎呀，好痛啊。那个赌约你打算怎么办？怎么，你也想来威胁我？我是你的粉丝，只是想帮你。我以前还在绝境求生 4FW 里打过职业联赛呢。检测到宿主正在吹牛。你打过职业？那现在怎么送快递了？退役了嘛，现在直播不好做，就去送快递了。我平时最见不得这种欺负女生的行为。你真的能帮我吗？规则也没说不能找外援啊，放心吧，有我在一定能打爆他。可是你没有电脑啊。这个不用担心。你送快递还带了笔记本，设备还挺齐全的。毕竟职业选手嘛，就像刀客刀不离身一样。好了好了，时间不多了，上机。好的。系统，全靠你了。让各位久等了，刚才接了个很重要的电话，接下来我们有个特别活动哦。电话？什么电话？坏了，我的团团，我的团团，呵呵，肯定是快递员老板吧？我们的团团要被豪神包养了，苦死！我答应了一位热心网友，在绝境求生里进行 PK， 三局两胜。这家伙怎么也录进来了？团团要被虐喽！兄弟们，想看团团哭吗？哈哈哈，等着被虐喽！摄像头那边是不是还坐着一个人了？这个人谁了？到底是谁啊？他是我的朋友，来一起参赛的。嗨，好像穿的是快递员的衣服。不会是那个平平无奇的快递员老板吧？团团，你有男朋友来了？不要啊！才不是男朋友呢。好了，比赛快开始了，我要创建房间了。该死的，他居然还找了帮手。谁说你能有队友了？哎，一对一多没意思啊！你也可以找队友啊，多人运动才有看头吧？不会你只敢打稳赢的局吧？输不起、啊！有姓什么？最不怕你这种人了！哼，看谁玩得过谁！风龙，这不是职业哥吧？这打个屁呀、啊！去年冠军不就是风龙一个在 C 吗？这下玩完了，团团威！哼，这下看你们拿什么跟我玩。哼，我送快递有神豪奖励。你确定你没问题吗？你要是赢了，你私闯民宅的事我就不追究了。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怎么办呢？对面有职业哥的。系统啊，你可不能坑我，你我已经吹出去了。检测到宿主需求，是否花费500点数兑换绝境求生职业玩家技能？这么贵，我上个人500做了。不行，是我的孩子套不着狼。兑换。兑换成功。
临体啊，笨蛋！你枪呢？就只接了个头盔啊？还是猫猫耳的？人家刚落地嘛。你都好，看我的，放了你！两只蛇皮走位。拿点包吧。哇，你居然这么厉害！那是当然。怎么了？你拿着的奶茶是我喝过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事啦，我不介意的。哇哇哇！不愧是风龙啊，简直是一场屠杀！职业哥就是职业哥，嘿嘿。只剩两队了，这场比赛我赢定了！居然还敢找外援反抗我，等晚上我要让你哭着求我！没想这么快就决赛圈了，要冷静，团团，你可以的。小心，在后面！不愧是职业选手，不过多亏了团团，知道了他们的位置。团团倒了，团团太难了，心疼我家团团。团团不，团团这么可爱，为什么要杀团团？别担心，有我在。只剩那小子了。把头露出去很危险哦，怕什么？我们迎宾。小子够胆，风龙，干掉他！我马上给你挂一个月的首页推荐。您瞧好吧。你输了，职业选手。喂喂，那你说说不清啊。我这打职业时也没碰到过这么猛的人啊，莫非是隐藏的民间大神？可恶，女人，别以为你赢了我就会放过你，给我等着。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可恶，女人，别以为你赢了我就会放过你，给我等着。不，团团，我不能接受。等等，团团怎么跟老板抱在一起了？这是什么情况？没有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对吧？这川剧变脸比翻书还快。大家好，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我操，这也太帅了吧。我去，这不会真的是团团男朋友吧？大家，今天的直播暂时就到这里了，团团有点事，可能稍晚再过来开播，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拜拜。这就要下了吗？这才几点啊？怎么办？方林打电话过来了。没事，接吧，我在这呢。喂。你以为你赢了？这只是一场游戏，我可是斗杀的高管，你可马上来酒店找我，否则你的直播生涯也就别想了。你要是敢不来，我就锁你人气，关你推荐位，冻结你的工资，让你永远在直播分区的最后一页。你想打压就打压吧，我不怕你，我有喜欢我的粉丝还有朋友的支持，就算被打压我也会把直播做好，成为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主播。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没事，没想到他这样威胁你，你都顶得住。哼，还以为谁都吃他那一套吗？本姑娘就不怕。这性格跟直播时的软妹差距也太大了吧。而且怎么说呢？
喂，日月银行吗？您好，苏先生，我是日月银行京都分行的行长，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啊？点清当前市场上流通的所有豆沙股权，我要全部买下。明白，马上为您办理。看我不弄死你！王林、啊，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赵总，你来的正好，您把团团的签约项目转给我，我要弄死他！还女主播呢？你知道你惹谁了吗？跟你对战的那个快递员，他现在是我们公司第二大股东，现在他提供内部资料，联合税务局搞财务清查，要是查到私下与主播的资金交易，我们一个都跑不掉。都怪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两位，请停手。你们二人涉嫌偷税漏税，以及大量不明的资金交易，现已被依法批准拘捕。不，全部带走！放开我！这事跟我没关系，都是他，是他让我干的。进去再说吧。我送快递，有神好讲义。苏先生。我行已经帮您办理好了，辛苦了，方林，这是您得的。快递任务完成，帮助女主播团团，奖励神券1000，系统点1000。得，系统点花了1000，赚了1000，白忙活了。检测到宿主疲劳，已为宿主兑换相关道具，扣除神券1000，兑换丽江五星级酒店1周使用权。什么？喂，不带这样强买强卖的，我要验证个酒店干嘛？奖励的兑换是系统通过分析宿主自身素质所得出的最科学的依据。你好像在拐着弯说我王八之气侧漏啊！我们是很人性化的系统。算了，去休息休息也好。那这边事情解决了，我就先走了。你怎么了？你是身体不舒服吗？发烧了？脸怎么这么红啊？没，我没事。你在这等我一下，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完了，要坏！你赶紧溜。那个团团，我这有点急事，先走了。有机会我们再见。妈呀！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让你在房间等我吗？完了，苏宁，今天你就别走了嘛，我们来玩点更好玩的游戏吧。不，不要啊！陆林一路顺风，还好溜得快，差点出大事。也不知道这破铁质到底什么时候能消除，真是太难了。话说，系统给了酒店来着。干嘛？过去休息下吧。您好。您好，我要办入住。好的，请您出示一下证件。好的。您叫苏宁？对啊，我叫苏宁。请问能快点吗？您等等，我这边要确认一下。宝贝，用力！对，就是那里！喂，不是说了吗？没特别重要的事，不要打扰我吗？你说什么？这边请，苏宁先生，这间就是我们丽江最好的首席 VIP 套房，相信在这里您会有一个美妙的夜晚。嗯，不错。然后这边是我们酒店为您准备的最专业的管家团队，24小时照顾您的起居。您还有什么别的需求吗？快让他们出去！是。呼，舒畅。系统，有任务吗？已检测您附近未发现任务需求。合着你这任务派发也太随机了吧。真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消除我这害人的体质，搞得我连与家人相处时都得做好防护。对了，我记得柔柔最近跟大学同学来丽江玩，不知道玩得开心吗？
啊？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怎么办？打碎了。怎么了？怎么了？快看那边，小姐，说吧，你打算怎么赔？这明明是你们店家自己的问题，顾客这么多，你们就把东西放台子上，也不弄个围栏，我看他就是自己倒的。这东西都在这里放了好几个月了，也没见他倒，偏偏就现在倒了。而且目前来看，就他离得最近，不是他碰的，还能是谁？可能真是我不小心碰到了，给你们带来了损失，实在抱歉，希望您能原谅我。你不用说这些没用的，既然打碎了商品，那就照价赔偿。那要多少钱？1000万。柔柔，你在丽江有什么亲戚吗？我总感觉这事不简单，还是找家里人处理比较好。我哥就住在这儿，我已经联系他了。你说的哥是你哪个哥？不会就是那个明明很帅却总戴着帽子遮脸，名校毕业不去国企拿百万年薪，却跑去送快递的那个哥吧？我就一个哥哥，我妈就生了我们两个。完了，全完了。好了，你们钱凑够没？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哥马上就……哼，一个穷学生，给你几十年，你们也凑不齐这个钱。你们做什么？其实这个事也没这么难解决，只要你……你别碰我！谁在飙车呀？真是扰民！不知道这是商业街吗？这样开车？不好意思啊，让一下，让一下。哥，柔柔，怎么了？果然很帅啊。你就是他哥对吧？你妹打碎了我们店内的古董，你看怎么办吧。你这古董多少钱？1000万。哥，我……放心吧，柔柔，交给我。一个瓶子这么贵，那要是不保真呢？哟，你懂古董吗？我这古董店能卖你假货？不保真？不保真我把这些碎片吃了。行，你说的啊。检测到宿主需求，已为您推荐相应特殊技能。兑换。兑换成功。扁椭圆形，菊花纹样，一看就是永乐年间的作品。哦，你懂古董？以淡色绘水波，浓色绘青龙，前者浓，后者淡，构成色泽鲜明的对比。其样式让我想起在京都见过的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纹，美哉，妙哉。哼，你识货就行，我们店里可样样都是稀世珍品，识相的就赶紧赔钱，免得浪费爷的时间。你安静点，我还没说完呢。但是这些碎片包浆很不完整，一片有一片无，而如果真是明代传下来的青花瓷，定是被人摸了盘了无数次，怎会有这种不规则的包浆分布？据我所知，现代有种仿制手法叫后加彩，简单来说就是把旧器清理干净底面后用新画彩，再用低温焙烧。伪造后加彩是有很多方式的，通过在廉价的明清素瓷上加重素三彩、斗彩等贵重手法，提升它的价值，从中获取利益。你这瓷器色彩如此鲜明，明显不是明代的颜料所能绘制的，而是现代工业品罢了。你敢说我瓷片？还有，不保真就把它吃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给您换了片小的，请自便吧，店长。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来，吃吧。你空口无凭，就算不是正经的明朝货，那也是有权威机构认证过的正经古瓷。我要报警，让警察来认证。那就赔钱吧。你认真的？可是哥哥，咱们没钱呀。哼，
开个价吧，别墨迹了。一口价100万，土鳖你有吗？成交，刷卡吧。这么爽快？愣着干什么？快去收钱啊！支付宝到账100万元。谢谢您的惠顾，有时间常来啊。哥哥，你从哪儿弄来的100万？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哥藏的可深了，你就放心吧。会发新的特殊快递，请宿主尽快前往。剩余时间5小时39分29秒。这么紧急？柔柔，我有事，要先走了。哎，哥，你去哪儿啊？我都好久没见过你了。哎呀，工作忙，没办法。嗯，柔柔，你拿着这个，里面有1000万，你拿去跟朋友玩，不够再跟哥说，等哥哥忙完了再来找你。这是什么神豪啊？拿1000万当零花钱。柔柔，那个，能把你哥微信推给我吗？任务内容：前往海珠大桥解救跳桥女，并且成功把快递送到跳桥女手上。得赶快点。老婆，你没照眼睛吗？不好意思，我着急了。苏宁，你是周远？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我们大学的校草兼大才子呀。你身体真好，跑得这么快，我就不如你，就只能买个大奔开开了啊。对了，我们最近要办同学聚会，大家都惦记着你呢，可你混成个送快递的，这叫我怎么跟大家说呢？你说呢，苏宁？人呢？喂，我在跟你说话呢，你跑什么？我还有快递要送，你先忙，有缘再见。切，臭送快递的，我要让你在同学聚会上颜面扫地。哇，哪来的傻子？会不会开车？哇，兰博基尼啊，神豪啊！下来吧，你还年轻，不要一时想不开。你想想你的父母。你们懂什么？我被男友抛弃了，我觉得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要是再不来，我就真跳了。且慢，花花，是我，你快下来，上面危险啊。我还是爱你的，我们重归于好吧。花花，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说分手，说那些伤你的话。花花，只要你肯下来，我们立刻复合，我一生一世只对你一个人好。小姑娘，你看你男朋友都过来了，快下来吧。是啊，如果不小心掉到江水里面，那该怎么办？我送快递，有神豪讲义。花花是谁？他又是你哪个女朋友？小伙子，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连心上人的名字都能说错？哎，她不是花花吗？这身材难道是婷婷？婷婷，别闹了，快下来吧。还记得曾经我在你楼下拿着吉他唱过的情歌吗？婷婷，你快下来吧，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证明我爱你。婷婷又是谁？这小伙子怎么回事？海王是吧？果然是个渣男。你这孩子也太不负责了。但这一次我真的改了。唉，看来赶上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你们别骂了，都是我的错。在年轻时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是我管不住自己放荡的心，总渴望更多的真爱。但这一次我真的改了，我只爱你一个人，请你相信我吧，依依。这是在尬演吗？换作是我，我也不下来呀。检测到任务情况与宿主需求，是否花费500功德点兑换谈判专家技能？这么贵，又想坑我是吧？系统检测都是经过大数据分析，具有相当程度的预见性，实惠的紧。行行行，我换。我不信，之前也是这么对我说的，结果我一怀孕
你看两个都跑了，抛弃了我和肚子里两个月大的孩子。啊！哎，你这是要逃啊？孩子都已经两个月大了，是男人就负起责任了，少多管闲事。我跟他拍拖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月啊，而且之前是他见了我就说我是他梦中情人，躲都躲不掉。啊，贵圈真乱呐、啊！不过说来奇怪，为什么看这妹子有点眼神呢？她不会是我之前做任务撩的那99个妹子之一吧？这么爹小的打击都承受不了，还好意思说爱我？看来只有在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我的真爱了。姑娘且慢，不是每场相遇都有结果，但是每场相遇都是有意义。有些人只适合成长，有些事只适合收藏。每个人都有难以忘怀的过去，哪怕现在的悲痛令人沉沦，但不要放弃，终将有束光会照亮你漆黑的内心。黑暗不是人生的终点。看专家技能触发中。所以小姐快下来吧，你一定能见到你的真命天子，让我们拥抱现在。真的吗？我这一生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他？当然了，美丽的小姐，你快下来吧，他一定也在某个地方寻找你呢。我的真命天子，我来了。妈！啊！没事了，姑娘。这个感觉是，如果真的再见到他，他会对我说什么呢？他会对你说：“您的快递，请签收。”就是你，我的真命天子。完成快递任务，救助跳河女，并将其引向正路，奖励神券1000，功德点1000。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这位就是之前落水的女士，请问您还记得见义勇为的人长什么样吗？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他是一名快递员，所以我想请广大网友提供给我那个快递小哥的信息，谁能将他带到我面前，奖励10万元。小哥哥，你一定在看视频对不对？请你回复我一下好吗？我对你真的很有感。唉，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最近非常倒霉啊，接到的任务都不像是人做的。哼，任务内容将快递交给赵可儿，并解决赵可儿家发生的危机，任务时间剩余1天。又要见到他了。赵可儿，我喜欢你。可儿，我愿意把我月薪10万的工资卡交给你保管，买婚房也只写你的名字，接受我吧，我爱你。哇，百万年薪，年轻有为啊！要是我立马就答应了。好男人啊。在我这个套路的攻势下，妹子还不是手到擒来，特别是这样的极品，我势在必得。我不对啊，我在这守几个小时了，可儿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大老远就听见这家伙吼，赵可儿怎么不下来踹他呀？检测到赵可儿家也安装品质最高的隔音墙，房间外的声音无法传入。难怪没反应啊。已为宿主匹配道具天籁之音大喇叭，只需500神券。好吧，兑换。大家让一让，让专业的来。赵可儿小姐，赵可儿小姐，你的快递到了，请速到楼下领取。赵可儿，赵可儿，赵可儿，请回答。哪来的快递员也想跟我比？难道他以为声音大就能吸引可儿吗？啊，可儿，你终于被我打动了吗？苏明哥哥，我好想你。赵小姐，男女授受不亲。有什么关系？反正我这辈子都决定跟定你了。可儿，这个男人是谁啊？
我未婚夫送快递的。赵可儿，你别乱说，我什么时候是你未婚夫了？哎呀，这不是迟早的事吗？难道你不喜欢我吗？走，跟我上楼。别，我还有工作。居然拒绝了土豪，要一个快递员。妈，苏宁来了。呀，苏宁啊，我正好在做饭，客厅油烟大，你带苏宁去你房间坐坐。好，来，这边，你随便看看。这个不许看。赵可儿，这个是你的快递，我就先放这儿了，你签收一下。好，那我先走了。为什么？我还有工作。那个苏宁，你讨厌我吗？我送快递，有神好讲义。没有，怎么会呢？那就只是吃了饭再走，好不好嘛？我觉得 OK。那好吧。好耶！至少任务完成了，吃个饭就吃个饭吧。等等，总觉得哪里不对。可儿已经接收了快递，为什么我没接到任务成功的提示呢？将快递交给可儿，并解决赵可儿家发生的危机。什么危机啊？没有，你听错了。莫非是有人要报复赵可儿？那个地中海，我记得商城里好像有个类似的道具。危机检测仪，对着目标物体点击，如物体会引发危机，则会报警，售价5000神券。我现在有1000神券，只要完成任务，还有1000的奖励。这么算，还有的赚。兑换，赵可儿，那个我四处逛逛啊。哦，好。安全。没道理啊。苏宁，你怎么了？怎么奇奇怪怪的？我没事。这是为什么？难道说赵可儿妈妈会引发危机？她是赵可儿亲妈呀，没道理害她呀。难道？怎么了，苏宁？哎呀，别玩玩具了，赶紧来吃饭吧。对，赶紧吃饭，我可是做了一桌特色菜呢。来，多吃点。我妈的手艺可棒了。赵可儿家里就3个人，如果他们母女都是引发危机的人，那危机的受害者不会就是我爸。你来，苏宁，吃这个。哦，难道说是用丰盛佳肴宴请贵宾，然后下毒谋杀的那种剧情？还有什么道具能派上用场？测毒银针，将银针插入物体中，如有毒素则会变成黑色。好，就是它了。兑换成功。银针没黑。怎么了？饭菜不合胃口吗？没有，果然是我多虑了，这又不是什么狗血电视剧。哈哈哈哈，真好吃啊。来，好吃多吃点。对吧，我就说我妈的手艺可好了。谢谢阿姨。我什么时候睡着了？好热，全身都好热。头好昏。不对劲儿，得赶紧离开这里。糟了，快要失去意识了。门怎么打不开啊？一定是那个可恶的阿姨在饭里动了手脚。等我出去了，一定饶不了你。不行啊，我要忍住。忍住，不要失去意识。苏宁，你在吗？我感觉有点不舒服，你能帮我看看吗？亲爱的。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苏
苏宁，来嘛，一起玩个游戏呀！快走快走，快点离开这！来吧，苏宁哥哥。可是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苏宁哥哥，苏宁哥哥，我漂亮吗？阿爸！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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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到宿主被药物影响意识，正在净化药物影响。此功能为紧急功能，冷却期极长，请宿主注意人身安全。净化完毕。苏宁，我要嫁给你。好险。这药啊，神仙吃了都顶不住，剩下的就交给你了，乖女儿。也不知道他俩发展的如何了。你也太快了吧。你在胡说些什么？我可什么都没做。谁信呢？我看你就是想耍赖，不想负责任，你个渣男。哎呀，算了，你自己问你女儿吧，拜拜，真是多谢款待了。可儿。苏宁哥哥。可儿，你怎么睡着了？哎，苏宁，你给我记住，下次我不会放过你的。快递任务完成，度过赵可儿家发生的危机，奖励神券2000，系统点1000，检测到宿主快递业务能力提升，已为宿主开启特殊快递系统。什么特殊快递？特殊任务的触发与宿主的日常快递业务有关，宿主完成日常工作后会有几率触发特殊任务，只不过概率更低。那特殊任务应该有特殊奖励吧？对的，同时会得到更多神券和系统点。怎么样的特殊奖励啊？你这个嘛，特殊任务自然会有相当多的特殊奖励啦，具体的是要等宿主完成一次特殊任务就知道喽。你还卖关子？温馨提示，特殊任务难度很高哦。周总好。大家吃好喝好，同学会就要开开心心。谢谢周总款待。这么年轻就继承了家族企业，真是厉害啊。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和您当同学真是莫大的幸运。周总。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周总，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张畅，之前工作上我们有合作过。哦，同学一场，当然记得。您真的谦虚，咱们这届同学里能比得上您一半的真没几个。在这些同学里，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们公司不是有个项目吗？我投了。啊，真的吗？不过你刚刚说的话，我有个地方很好奇。你说没几个人的成就能赶上我，那么那几个人都是谁呢？没几个比得上您，唯一有可能的也就是苏宁了吧。毕竟他成绩第一，又是校草，而且听说在毕业前他就收到了国企和百强的 offer， 以他的能力恐怕……你可能不知道，他现在就是个送快递的。什么？确实很难相信的，当年桀骜不驯的大才子，如今却落得这副模样，真是搞笑。不过很多老同学还不知道这件事，这可不好，你说对吧，张同学？我明白周总您的意思了。没想到现在周元这么有钱，可我还是想见到苏宁。苏宁那么优秀，现在一定又帅又有钱，
那你们可想多了。啊？他现在只是个送快递的。啊？谁信啊？你是不是嫉妒苏宁啊？程程，真没想到你是个诋毁别人的小人。啊？那你们说苏宁为什么不敢来同学聚会？他人呢？他在哪儿？如果不是混得不好，他怎么会没脸来？啊，这是不是周元没请人家？对，有可能。不好意思，小姐们，我邀请了每一个人，除了江倩，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来。您好，请问周先生在吗？有您的快递。你们看，这不是来了吗？周元，快看他这衣服，苏宁还真送快递去了呀！堂堂才送快递了，真没想到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丢死人了！这些人怎么有点眼熟啊？哟，我说苏宁啊，知道丢人，所以同学聚会故意来迟了吗？切，小人之心，离我远点！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周元，你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哟，又不是我订了个快递，今天还见不到你呢，苏大快递员。难为你了，这么用心。哼，这么忙的大总经理还抽空来照顾老同学的生意。你什么？苏总回酒店了？是的，苏总好像在参加同学聚会，他的同学对他似乎不太友善。岂有此理，苏总现在在哪儿？苏总去三楼包厢了。走，给苏总撑场子去。苏宁，你知道这包裹里是什么吗？我无权也不在意用户隐私，我还有工作，先走了。喂，别走啊。嗯，里面是小丑面具，我特意买来送给你的，是不是很适合你，苏大快递员？一个送外卖的，真不知道你拿什么跟我比。我呸！拿什么跟你比？苏先生，打扰了。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一个送外卖的，真不知道你拿什么跟我比。我呸！拿什么跟你比？什么情况？丽江酒店的店长怎么来了？他这个身份可不低呀、啊！你们怎么回事？谁允许你们擅自闯入我的宴会？苏先生，您回来了，我特意带员工们上来跟您打个招呼。竟敢无视我！您可是我们最大的老板，大家都想认识您一下。对啊，苏总好。什么？客气了，今天是我的同学聚会，请招待好他们。明白，我们会按酒店最高规格设宴。另外，我不希望聚会上出现闲杂人等。好的，苏先生。二位需要我请保安，还是你们自己走呢？哼，我还不稀罕呢，你们酒店的所作所为我会记住的。苏宁，我们走着瞧。周总，你等等我。不愧是苏宁啊，真是一表人才，原来送快递就是体验生活啊。特殊快递任务降临，拯救钢铁直男的爱情，请宿主现在前往天然健身房，任务要求全程网络直播。这么急啊？各位慢慢玩，我有工作先走了。这边。这就走了？有钱人就是忙啊。好像可以了，有画面了吧？恭喜主播，百万热度达成！啊，怎么一瞬间那么多人啊？还是先做任务要紧。就是他吗？钢铁直男。您好，是要上私教课吗？我不上课。既然不上课，阁下就请回吧。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我虽然不上课，但是我可以帮你解决你当前的危机，特别是爱情方面的，我是资深感情咨询师。哦，你说你能帮我解决爱情方面的问题，那我倒想问问你，你有那个实力吗？只有像我一样勇猛的人才有资格跟我谈帮助，就你这小身板能行吗？除非你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呢？
哼，脱吧。啊！如果你的肌肉有我一半勇猛，就相信你有那个能力。这是什么奇葩要求啊？你等等，系统出来。几位宿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花费500系统点兑换健美冠军身材。兑换。好了，久等了。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证明呢？我的妈妈咪呀、啊！看看这胳膊，看看这胸，简直是我的理想型身材。喂喂喂，你干嘛？让我摸摸，快让我看看。哎呦，哎呦！好了，现在可以说说你的爱情出现什么麻烦了吧？就是我女朋友说要跟我分手，您真的可以帮我吗？就这样，小意思。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你跟你女朋友平时都是怎么交流的？这个嘛，我想想。我的问题应该不难吧？哇，哥哥们，你们俩的身材也太棒了吧！周围都充斥着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呢。哦，谢谢啊。那哥哥觉得我漂亮吗？漂亮。那你觉得我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喜欢裸体。而且你看起来都30多岁了，这身材管理也不行嘛。好了好了，我大概知道你平时怎么跟你女朋友聊天了。你把你手机打开，把聊天记录调出来，让我看看你们现在处于什么情况了。哦，好。你就是个朽木，怎么教你都一点都不懂得去揣测女孩子的心。这段时间你不要跟我说话了，听到没有？这段时间不要给我发消息，不许打电话给我发短信，谁先找对方谁是狗，我要跟你分手。这么明显的欲擒故纵你都看不懂啊？真的一句话不回啊？是他叫我不要找他呀。没事，我有一妙计能帮你解决问题，你照我说的给他回消息。真的吗，先生？太感谢了。小芳，我要约你看电影，你快来，对吧，先生？然后呢？等。然后呢？没道理啊。小芳，这反差萌是怎么回事啊？你这榆木脑袋终于开窍了，还知道邀请我去看电影了，这次就勉为其难原谅你了。真的吗？懂了没？女生就喜欢说反话，以后她说什么你反着来就对了。我懂了。哎，这回危机算解决了吧？任务完成了。大壮，你记得把身份证带上。小芳，你是不是傻啊？看电影不用带身份证的。这你大壮乖，我让你带上就带上好吗？不行，带上又没什么用，万一到时候把身份证弄丢了就不好了。那你不带身份证，晚上我们俩住哪儿呢？我们各家呀。玩那么晚了，回家不安全呢。我送你回家。我家有门禁，太晚了不让进门。那我们不看了。风，你怎么不说话了？什么冷凝视吧，气死我了，分手吧。行。风，我都想揍他了。怎么回事？我不是按你说的做的吗？小木不可雕也，在这个人身上根本行不通啊，还是从小芳身上解决问题吧。系统来了，宿主触发技能谈判专家。
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啊！救命啊！小姐，你误会了。小姐，你冷静一下。小风。小风。我来了。小风。等等。认真的一拳。就是你，敢欺负我家小芳！大壮加油！快住手！是我。苏先生。对不起，先生，灯太黑没看清你的脸。大壮，他是谁啊？他是情感咨询师，来帮我解决感情危机的。我就说肯定有人出馊主意，破坏我跟大壮的感情。小姐。此言差矣，破坏你们两个感情的人，谈判专家技能触发中，一直都是你。你凭什么说是我？你一直把分手挂在嘴边，来伤害对方。那是因为他可以接受你作，可以接受你闹，但是分手是另外一种概念。你每提一次分手，都在消耗他对你的感情。千万不要用分手去试探对方到底有多爱你，爱需要沟通和尊重，更是互相理解包容体谅的过程。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做什么大壮都不会离开我的。大壮他是根木头，他只对我感兴趣，其他女人他看都不会看的。就是这个谜题解开了。什么？所以你仗着他不会变心，一直有恃无恐地耍着你的性子。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他有可能只喜欢你一个女人，但是他一定喜欢这个东西。哦，多么健美的肌肉啊，一看就是跟我一样久经锻炼。什么什么？是跟你抢他的不一定是女人哦。让我握一下赵医生。大壮，你离他远点。这件事我不对。小芳，你怎么了？恭喜宿主，任务完成。不，小芳，你没错，都是我的错。唉，不容易啊，还要牺牲自己的色相。哎，对了，直播还开着呢，看看效果。一千万！这种直播也能火呀？原来大众都爱这个题材吗？哎，佩服。果然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这次是什么奖励呢？正在发放奖励，请稍等。奖励呢？已经发放喽。特殊奖励，魔鬼肉身。原来是这样啊。厉害吧。那你觉得我现在这个肌肉能不能把你撕成两半？冷静，宿主冷静。这个肉身是有特殊设定的，魔鬼肉身可以依照宿主的要求改变自身。哦，此话当真？宿主可以尝试一下闭眼冥想，在脑内重塑自己的肉身。好。这具身体数据是为了帮助宿主完成之后更困难的快递任务。感觉肌肉变得既坚固又轻盈。宿主还满意吗？也就马马虎虎吧。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团团爱你们哟。
好久没有见到苏宁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来看我直播呢？应该会有吧。反正你男朋友上热搜了！你那么大声，吓我一跳。啊，对不起嘛。而且他也不是我男朋友啊。你确定你不在意？他可是跟别的女生上热搜了。啊！没来看我直播就算了，还跟别的女人上热搜。冷静，冷静，宝贝，冷静一点。我就，哎呦呦，又是哪个女人想我了？哇，这可真是大户人家呀！好慢啊，没人在家吗？我，姑娘，你没事吧？苏宁，你是江倩？苏宁，好久不见了。你尝尝看，这家咖啡和大学时的味道一模一样。怎么样？怎么样？确实，这让我想起我们一起在咖啡馆赶作业的那些日子。我寻觅良久，唯有这家咖啡馆的味道最能唤起我那些回忆，所以每当有空，我都会选择来这里消磨时光。抱歉打扰了，两位是情侣吗？我们店正在进行情侣活动，购买情侣套餐会有优惠哦。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普通朋友。这样啊，那好可惜哦。是的，我们只是朋友嘛。哟，这不是我们的校花吗？怎么一个人游泳啊？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也没什么。这周末不是有个校园舞会，你是不是应该识趣点，主动提出当哥哥的舞伴呢？哪个混蛋？找打！发什么呆啊？走了。臭小子，你别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来游泳馆这种男生多的地方，最好别单独行动。你倒好，每次都不听，这下又惹麻烦了吧？要不是我刚好在附近。好啰嗦。哼，哎。某些人说这么多，这么担心我被抢了去，是不是吃醋了，也想做我的男朋友啊？逗你玩呢，我们是好兄弟啊，纯友谊。哪有这么会给我找麻烦的好兄弟啊？我再帮你挡刀，就成全校男生公敌了，江大小姐。某些人还好意思诉苦呢，有些人啊，无视情书引发宿舍楼的泪雨，上课时更是吸引众多女生围观，人气之高，连教室门都快被挤坏。还有啊，别说了，别说了。要不是本小姐帮你将那些痴情女子一一挡回，你能不能安然无恙读完大学还两说呢？所以你帮我解决这些麻烦，不是应该的吗？得，互利共赢的事被你说成这样，我谁都不服，就服你。反正你不想被女生骚扰，我不想被男生骚扰，你往后做盾牌挺好的。太近了。哎，忘了跟你说，周末的舞会你是我的舞伴，要准时到场哦。哼，你又擅自决定是吧？有什么关系啊，快毕业了，这是最后一次舞会。你赶走了我身边的男生，不跟你跳我还能跟谁跳？真拿你没办法。好了好了，我一定准时到。那就过两天见哦。我送快递，有声好讲义。就因为这媚宫体质，为了不引起混乱，我总是独来独往，直到我遇到了江倩。她不但帮我挡下了所有异性的骚扰，还陪我参与课程和活动，让我拥有了还算完整的大学时光。江倩是我最好的朋友。宿主你好。什么东西啊？请问你是否想摆脱这体质？当然想，我做梦都想，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现在你就有一个解除诅咒的机会。
要我怎么做？首先需要做任务激活系统，你愿意吗？任务？要我做什么任务？对你见到的第一个女人，使用媚宫体质，完成任务即可激活系统，任务时限60秒。59 58 57。什么？我跟苏宁真的只是朋友？你们是不是朋友？我觉得你心里应该有数。马上就要毕业了，要不要踏出那一步，你自己想想吧。朋友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苏宁？曾倩，快来三楼教室，我有急事找你。这家伙整啥呢？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这任务也太紧急了，我又不能随便找个姑娘了，只能委屈一下好兄弟了。他应该不会生气吧？快呀，江倩，快来呀！啊，来了，江倩，你终于到了，苏宁，你两年前那一幕想起来还真是伤心。抱歉。我看你倒是改变不少，虽然戴着眼镜，至少敢抬头看人了。这个我始终坚信眼睛是心灵的明镜，借此可以洞察真伪。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是否有人直面过你的双眼，除了那晚的女生。不好意思，江倩。我还以为我也是例外呢。抱歉，不是你想的那个原因。苏宁，我要结婚了。欢迎您再次光临。要结婚了吗？清醒点，人家结婚，你应该祝福人家呀。不过我为什么觉得江倩的眼睛里藏着悲伤呢？检测到特殊任务，检测到特殊任务。又是特殊任务？我运气这么好的吗？特殊任务，拯救江倩。任务内容，请宿主调查事件起因，并拯救江倩的婚礼。任务要求，竭尽全力。啊，什么？你说的拯救是什么意思？把话给我说清楚。冷静。这孩子怎么了？被甩了这么激动啊？怎么感觉有点疯疯癫癫的？抱歉。好了，赶紧把林江倩有关的情报都告诉我。解锁情报需要使用神券兑换小帮手功能哦。不用问这些有的没的，不管是什么我都兑换。好嘞。江倩，江恒一独女，远江集团经理兼继承人，单亲家庭，父亲江恒一。远江集团经营顺利，公司估值年年攀升，但在半年前发生了一件意外，引起了公司震动。什么意外？江恒一得了罕见的呼吸性疾病，正在 ICU 接受治疗，无法经营公司，且当前恒远集团正在做收购远江集团的准备。恒远集团不是周元他们的家族企业吗？是的，当前的收购计划正是周元父亲周正在推进。这样啊，江恒一现在在何处？我送快递，有神好讲义。江先生是很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我们尽全力也只能做到保全病人的性命。当前这个病症是没有治愈希望的。确定一点希望都没有吗？你们可是全国屈指可数的一流医院。也不能说完全无希望。阿诺匹斯公司专门针对这个并发症发明了特效药。但这个药物还在临床试验阶段，并且销售渠道被恒远集团垄断，不公开售卖。哼，又是恒远集团。恒远集团在国内影响很大，很少有公司能与他们竞争这药的销售权。好，我明白了，谢谢。远江集团因江恒一的病而陷入危机，
治疗疾病的特效药被恒远集团垄断，而在这个时间点，恒远集团又开启了收购计划。我当然知道这是个阴谋。江恒一病重，那么远江集团现在的最高执行人就是江倩。没想到会在那种情况下见到苏宁。两年前我当时一句话不说就走，也确实是有些过分了。毕竟他也没有明确表示过是否喜欢我与别的女生，也正常。喂，洗完了吗？还不快点出来。真够慢的。为什么没穿我给你准备的衣服？问你话呢，你没听见吗？还有，我说话的时候要看着我的脸。跟你说了这么多遍，学不会吗？还是说，你不想要能治你父亲病的特效药了？你说过的，我嫁给你，你就把特效药给我父亲。那当然没问题，但今晚你得陪我玩到彻底尽兴为止，懂吗？还是说，如果是苏宁的话，你会服务得更好？别碰我！真无趣。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中。你还有远江集团都是我的。恒远集团想收购远江集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非常简单啊？只要我把这两家的股份收购了，成为两家公司的股东，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确实啊，赶紧的吧，把这两家公司的股份弄成礼包，我的身券已经饥渴难耐了。吱吱，兑换失败。有猫腻，为什么？无法满足宿主要求，没有查询到两家公司的股权购买渠道。那有没有与这两家公司相关公司可以购买？不未检测到此类公司。可恶啊！就他，在病房外自言自语的，然后还发疯。好，先生，如果你没有什么事了，还请您离开。不好意思啊，保安大哥，我马上就走。对了，你们医院一般在哪儿进药啊？研究室吧，我哪知道。哪家研究室呢？原来是商业间谍，赶紧给我离开这里。等一下。动手。有主意了。谁在那里？你好，您的快递请签收。原来是快递啊。行了行了，没事就快滚吧，这里不是你这种快递员能来的地方。您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签收呢。哇，好帅啊。既然来文的不行，那就只能来武的了。找到特效药救醒江父才是解决江倩最好的办法。有人来了。我送快递。有神好讲义。谁在那儿？给我出来。没东西啊，我幻听吗？可能最近太累了。算了，只要像这样配合守护的脚步和呼吸，这个守卫是不会发现我的。就这样保持节奏，找到制药部。找到了。没人了。这具身体的机能果然比以前大幅提升，连轻功也能施展了。道路畅通无阻，成功潜入。 So easy， 不愧是我。NPC 有入侵者。好帅啊。没想到同时对多人使用媚功居然会耗费这么多体力。你们快来警报啊，有入
行了，别叫了，他们现在可没空理你。喂喂，有人吗？拉警报啊！好帅呀！快放我出去，我要见他。让你别吵了，听见没有？难道你不怕？行了，我来这儿是为了拿一样东西。你们公司最近不是针对一个罕见病制作了特效药吗？你把它给我，我不难为你的。这是公司机密，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不关你的事，快带我到你们制药的研究室。不行，我不能泄露公司机密。谁说是你泄露的了？在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偷走了公司机密，又或是一个暴躁鲁莽的冷血杀手强行夺走了公司机密。这两个故事你选哪一个呢？我知道了，我给你带路。这就是我们的研发实验室，我们在给动物园的猴子抽血时意外地在一只猴子身上发现了这种病毒。考虑到这种疾病可能在人群中传播，公司决定提取病原体开始研发药物，这就是这个项目的起源。那个蓝色瓶子就是特效药样本。你的意思是你们是提前研制的特效药？是的，如果特效药样品失窃，将会对公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当前进行到几期临床了？刚刚完成了猴体实验，还没有进入人体临床。该死，这不就说明这特效药就是个半吊子吗？这可不能给江叔叔用啊，难不成要我自己制药？检测到宿主需求，正在为宿主搜索相应技能。特殊技能药理专精，需消耗1000系统点，是否兑换？哎，队友，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哎呀，关心则乱，关心则乱。宿主兑换成功，正在加载药理专精。冷静点，苏宁，没有药，我自己造。这是？你好，请问你是值班护士吗？啊，是的，有什么可以帮助您？我想请问江恒一先生是否换了病房？我记得我昨天来的时候病房还在十层。稍等，江恒一啊，查到了，是在。喂，小子，我劝你一句，不该管的事少管，否则发生什么事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干什么吃的，就这样随意泄露病人的信息吗？你小子快松开，好恐怖的力气，快放手。快告诉我，江恒一现在在何处？在西院区。我的手啊，小鬼，你找死。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还没好吗？等会儿的仪式上记得配合一点，别像个死人一样，把笑脸给我摆出来。知道。挺正经的嘛，希望你保持到婚礼结束咯。今天过后，你还有远江集团都将成为我的东西，你还是早点接受现实吧，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父亲。欢迎各位来宾参加周元先生与江建小姐的婚礼，让我们在庄重的婚礼仪式中尽情享受这份浓浓的爱意。现在仪式开始，请祝福这对新人开启他们的新篇章吧，欢迎我们的新人入场。左
哇，这个新娘太美了吧！好漂亮啊，这位新娘仙气飘飘啊！我见过这么多美女，都没有眼前这一位美。眉目如画春风远，衣冠似仙雨露姿。不过我听说，她是为了傍上恒远集团，才决定跟恒远集团的太子爷结婚的。可不是吗？远江集团再怎么厉害，那也比不上恒远集团，门不当户不对呀。周元先生，江倩小姐，你们是否愿意接受婚姻的责任和义务，尊敬父母，教育子女，互爱互敬，互信互谅，共度人生，一生中爱？我愿意。江小姐，该您回答了。怎么回事？新娘子怎么不说话？我发什么呆啊？走了。玩呢，我们是好兄弟啊，纯友谊。哪有这么会给我找麻烦的好兄弟啊？我再帮你挡刀，就成全校男生公敌了，江大小姐。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江倩，我给你脸了是吧？你这是诚心想让恒远集团难堪？我倒要看看这场婚礼谁敢反对。我反对。什么？这不是远江集团的董事长吗？不是重病进了 ICU 吗？休想拿你的破药绑我女儿的幸福。爸，爸爸。倩儿，爸爸来了。倩儿没用，接手不着远江集团，又治不了你的病。傻闺女，那些都没你的幸福重要。该死，这老家伙现在不是应该在 ICU 里吗？怎么回光返照来破坏我的好事？特效药还在研制当中啊，怎么会？爸爸，你的病没事了吗？放心吧，爸爸已经使用过特效药了，痊愈了。你说什么？你哪来的特效药？你给我讲清楚！安静点吧，周大公子，你就不要破坏气氛了好吗？又是你，别臭着脸嘛，跟观众老爷们笑一个。苏宁，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剩下的交给我，就像我们大学时一样好吗？好。放开你的手，那是我的妻子。周元，我们的账是要捋一捋了。你利用病毒让江叔叔感染，然后利用特效药要挟威胁江倩嫁给你，以此吞并远江集团，我说的没错吧？真是布了好大的一盘棋啊。你来人啊，拿下他们！小子，跟我盘账你还弄了点儿？周元，劝你冷静，你现在属于涉黑涉暴行为，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对恒远集团的声誉会有何影响你应该知道，毕竟我现在正在直播，几百万人看着呢，你们谁想被拍下来在网上火一把？嗯，拿着，帮我直播。好。来啊，怎么都愣着干什么？苏宁，你够了，今天这事到此为止。王叔，你怎么来了？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少爷病了，快送少爷回家。是。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吧。看样子这人不简单呢，我得谨慎点。你带江叔叔先出去，这里我来处理。好，那你注意安全。苏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代少爷向苏先生您道歉，还望您日后能不计前嫌。您太客气了，我只是个小小的快递员，不敢受如此大礼。苏先生，您太谦虚了，从您能给江恒一弄来特效药来看，您可是深藏不露啊。请您有话直说。我希望我们这件事到此为止。直播我已经关了，不过前面的直播内容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这就不用您担心了，
我们的公关部门会处理好的。那么就此告辞。等等，你认为这件事你一声令下即开始，一声叹息便可了结，是这样吗？果然是年轻人，不过我劝你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了，有些东西水太深你把握不住的。年轻人，你觉得无所谓，但江恒一与江倩不一定这么想。日后有空来恒远集团坐坐，老爷最喜欢交朋友了。我必会登门拜访。特殊快递任务，拯救江倩的婚礼完成，任务奖励神券5000，系统点5000。我靠，这次怎么这么多啊？完成高难度的任务，相对的奖励也会增多哦。多多益善，多多益善。温馨提示，奖励虽多，但宿主这段时间内还请节制消费。啊？为什么？你是不是读出了我想去度假的念头？不是，是大数据功能告诉我，宿主会面临神券与系统点的短时间的大量消耗，这是危机的预兆。危机？什么危机啊？苏宁。啊，江倩，叔叔还在这看着呢。霍湘明，我没意见。对了，这次真的多亏你了，苏宁，我们江家该如何答谢你啊？你也别那么客气，我跟江倩在大学时就是好朋友了，所以无论她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来帮她的。苏宁，我原谅你了。啊，你指什么？是我来晚了吗？我这是去接江叔叔了，我也没办法呀。喂，你可得把话说清楚啊，我可不背莫名的黑锅啊。真笨。老爷，少爷带回来了。让他过来吧。父亲。坐吧。远江集团近些年发展迅速，我们正在筹划收购，由于难度大，所以慎之又慎，避免打草惊蛇。让你参与其中并主导计划推进，主要是想让你历练历练。你倒好，不但计划失败，还整出被抢婚这么一出戏，有损我周家颜面啊。那都是因为那个苏宁，要不是他，现在江倩已经嫁入我们周家，远江集团也将被我。不需要借口。手伸出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做错了事就要受罚。父亲，原谅我这次吧，我不找借口，你给我一次机会吧，下次我一定会做好的。为了一个远江集团提前暴露我们研制的病毒和疫苗，因小失大，这就是教训。以后远江集团的事交给你哥哥。都怪你，苏宁，给我等着。哎，孺子不可教也，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老爷，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小少爷。您看这个，就是此人破坏了小少爷的计划。他是小少爷在大学时期的同学，从现有资料上来看，并无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但他却能将江恒一从我们的控制下带走。这样啊，那江恒一呢？病突然就好了？这个可能是从某些渠道得到了类似的试验药，毕竟也不止我们一家公司在研究，误打误撞吧。算了，一时之失罢了。我最近也是有点力不从心，之后的计划让老大接手吧。是，大少爷最近正准备回国。好，待我传话，让他做事小心谨慎一点，不要再节外生枝。如果有麻烦，让野猪去处理。
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啊，第50架飞机。哥哥，你数错了吧？我这都数到59架了。哎，小朋友，你这么闲，不用上学吗？那哥哥你呢？怎么也这么闲？是失业了吗？哎，最近系统总分配给我这么奇葩的任务，什么哄婴儿啊，还让我去敬老院跳什么小苹果，奖励少耗时长，搞得我快递工作全部超时，现在又要我陪小孩，再这样下去我真失业了，还怎么接任务啊？小朋友，都快晚上了，你家里人什么时候来接你啊？要下班才能来。那他们什么时候下班呢？我不知道。这样啊，警官同志，这里有个闲得发慌、说话又气人的小鬼，请你们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他。谢谢同志们，再见。快递哥哥欺负人。快递任务：看护钟子莹小朋友，任务失败，预计扣除1000神券与500系统点，缓期执行。信不信我抽你？玩笑，玩笑。哎，宿主请冷静。哎，感觉最近好冷清啊。是啊，因为最近好像有新型病毒传开了，我给你转播一下电视新闻。根据最新情报，新型病毒的病症主要以发烧和呼吸困难等症状为主，虽然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但好在致死率很低，并且还没有年轻人感染的病例。你之前跟我说什么大危机要来了，让我多存些神券与系统点，你看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吗？这也能怪我啊？你看看你给我的都是些什么任务啊，天天被顾客投诉。苏宁先生您好，收到客户大量投诉，您已被暂时停职，并且由于投诉过多扣除当月全部工资，若有问题请联系总部。啊，哦，宿主别难过，这个也可以使用神券兑换一些道具嘛，我这边一定给您打折。行啊，全换，买单吧。你还请宿主省着点花，警惕危机来临。还请宿主省着点花，警惕危机来临。我信你个鬼啊，危机。孙宁，你在这干嘛呢？啊，没干嘛呀。真的假的？我看你在那跟空气拉拉扯扯的，好蠢啊。哦，那江大小姐突然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你正经一点。苏宁，据本人多年观察，你诚实善良，吃苦耐劳，所以我希望你能加入远江集团。吃苦耐劳？你不会想让我去你公司当牛马吧？怎么会？哪有哪有，你想多了。我这不是听见某人不是失业了吗？还是说某人想回家啃老，靠妹妹养活？不会吧，不会吧！别说了，别说了！可恶，被看穿了。对了，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啊？高中刚毕业就考了。那个，让我想想，先松手刹，再挂档。哇，你真的会开车吗？真的不会撞吗？哎呀，别想蒙混过关了喂。欢迎大家收听晚间新闻。恒远食品公司今日爆出材料过期，引发消费者热议。你还没说去哪呢？等到了你就知道了。哼，这么神秘啊。下面插播一条紧急新闻，由于不明疫情而引发的全市大规模老年人感染，经政府研究决定，22日0点整开始全市进入紧急状态，请居民待在室内，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不用听这个，赶紧开车吧。你知道些什么？进来说吧，这里是我们远江集团的研究所，其他的因为资金压力都售卖了，这是保留下来的几个产业之一，所以特别重要。爸爸，我把人带回来了。好，好久不见啊，苏宁。江叔叔好。你救了叔叔的命，又帮了倩儿，叔叔这一天不报答你，心里就难受啊。找你一趟不容易，今天你必须接受叔叔的报答啊。好吧好吧，只要叔叔您开心都随您。
那我把倩儿嫁给你，如何？又闹不正经事的！疼疼疼疼疼！算了，我来问吧。怎么了？苏宁，你老实告诉我。是。你之前给我父亲的药，究竟是哪来的？我送快递，有神好讲义。情况比新闻播报的还要复杂一点。这几天送进住院部的床位都快占满了，全部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病情这么严重吗？是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病在老年人群中的传播率是出奇的高。好奇怪啊，跟爸爸那时的病情一模一样。所以我才想向你问明白，你之前的药是哪来的？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向我表白呢。糟糕，说漏嘴了。如果我们双方能展开合作，相信很快就能攻克特效药的难题。如果你顾虑产权与经济方面的话，我们……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药是我同宗王二狗的亲戚认识的老中医研制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懂。我近期就打电话给他，一定把药方问出来。好了，我相信苏宁同学，现阶段特效药的研究肯定稳步进行。为了人民安全，我们企业要努力呀。叔叔，你说的太对了。行了，正事解决了，爸爸先回家休息了，剩下的你们俩聊。那个，没事，我也先走了。不行，某人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呢？把这个签了再走。签就签嘛，拍桌子吓唬人干嘛？买身契之我是地主家的奴隶。怎么，还怕姐姐养不起你吗？我看你是想白嫖我。不干。你不干，我就告诉你吗？苏宁失业了，准备回家啃老了。是你牛。恭喜苏宁同学入职远江集团。哎呀，行了，我总不会真的要当你秘书吧？不然呢？不用担心，不会给你安排太过繁琐的工作。多少猜到了，是要把我当苦力士。麻烦你把这批实验样品送到成交的实验室去，到时候就说是我让你来的。哎，不过也不算特别无聊的工作，不是吗？完全同意。检测到特殊任务，检测到特殊任务。有点意思。特殊任务内容：调查 X 市疫情真相并解决危机，成功完成任务可领取大量神券与系统点，并解锁系统新功能。提示：此任务难度极高，请宿主注意人身安全。想逃？警报！警报！车辆接近极限速度，请宿主减速。甩不掉吗？经系统分析，追击车辆的性能更强，20秒后宿主将被逼停。跑车开习惯了，再来开慢车还真有点不适应。了解。系统点商城打开，已按照宿主需求为宿主安排对应技能。喂，我这后备箱全是易碎物品，要是碎了，我可担待不起。先搞清楚这些人是谁。小子，刚刚不是开得挺快的吗？怎么不跑了？我大哥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啊？不会吓傻了吧？谈判专家技能已续费，技能触发中。各位大哥，小弟我只是个送货的，你们为什么要追我呀？废话挣脱，我们只管拿货，再多嘴就别想健全地走出去了。这个态度看来套不出什么话呀，那我也只能简单点了。你识相的就赶紧点，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想脏了手。大哥，
给大哥报仇！小仇！你们三个一起上吧，别浪费我时间，我只需要一个幸运儿就够了。你听我！留啊！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去死！怪怪物啊！对呀、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过来！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吧！我全都告诉你！小哥，我给您倒酒。大哥，有电话找您。喂，你是肖星对吧？你哪位啊？小哥，下次这种粗活记得多派几个人来，这点人还不够我热身的，咱们有事一次解决得了，不嫌麻烦。我就住幸福小区1栋301，麻烦记得来。小哥，怎么了？混蛋！过了吗？算了，本来也不指望一通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再报个警吧。喂，公安局吗？我在城郊的后山处，这里有人斗殴，都快打死人了，你们快派人来啊！对对对，很严重。检测到宿主迷惑行为。不懂了吧？我这通电话可以迷惑他们，从而打乱他们后续的计划。精彩精彩，那报警是？钓鱼，在道上混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后台，我之后会留意这批人，如果他们被逮捕了那还好，如果没有的话呢？那说明后台很硬，事情就麻烦多喽。是谁啊？教授您好，我是远江集团研究所那边派来送下午的大哥哥。哎，哪位姐姐？是把我丢在警察局的那个快递哥哥，他说他来送货的。你是江倩派来的吧？进来吧。姐姐，你为什么让这个讨厌的哥哥进来呀？就是他把我丢在警局的。乖，他跟姐姐工作有关，等他把东西放下，姐姐就让他滚出去。哼。樱花，快去睡觉。好，姐姐晚安。喂，你跟我来。川剧变脸啊。这是要去哪儿啊？实验室？你居然是个研究员？怎么，很意外吗？那倒没有，主要你这实验室就你一个人，怎么制药？精密的工作只需要关键的人，没用的废物只会增加工作难度。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怎么当上江倩的秘书的？对了，你在这待着，等我研究完，明天中午再把样本送回去。困了就躺墙角，不要挡我的路。制药罢了，谁不会啊？就凭你，你会制药？你不信？哼，那我们打个赌吧，要是我制出来了，你无条件完成我的一个命令，反之我无条件听你的一个命令。随你。系统，给我兑换药理精通，只要像之前给江叔叔的药一样把药制出来，任务不就完成一半了？我真是个小天才。兑换成功，药理精通技能，花费1000系统点，技能持续时间1周。所谓制药，在我眼里不过就是消消乐，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简单。什么情况系统？警告警告，检测到宿主大脑过载，信息量超越了技能处理上限，未检测到宿主信号源，无法更新宿主需求，正在强制关闭药理专精技能，系统将暂时停机。啊，头好胀啊。醒醒，
你在干嘛？行，别打了，再打真醒不过来了。哦，你醒了？已经早上了，你可以把样本送回去了。头好疼啊，脸也好疼啊。什么？早上？这次样本分析进度快了一半，所以到早上就弄好。是我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还有点药理知识。不过昨晚的失败你也不要放在心上，这个病毒跟江恒一当时感染的病毒已经不是一码事了。这个病毒的结构更加复杂，但奇怪的是它只增强了传播性，致命性反而还减少了。没想到这次制药居然把自己栽进去了，不知道系统的存在有没有暴露。安全起见，我还是把他的这段记忆消除掉靠谱。喂，我说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你要不要来当我的助手？反正江倩身边男人多的是，也不缺你这一个秘书，不如让我物尽其用，不是吗？等等，一会好好说，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起来啊？哎呀，感觉我来的正是时候呢。误会啊。那我们就先走了，改天我会给你安排个助手，你旁边那个就挺好，不考虑一下吗？啊，当我没说。你跟那人很熟吗？啊，算是闺蜜吧，她这人脾气很怪，你别在意。对了，实验样本还是让我送回研究所吧。让司机送就好了呀，怎么你送货上瘾了？怎么说呢，那就多派几个人看着，安全点。你说话好怪哦，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没有啊。算了，我们来玩这个吧。你这个安检系数高不高啊？跟我来。大学的时候不是教过你吗？才两年就忘了，真是的。好疼。你呀，同样两年没滑，嘚瑟什么？现在伤着了吧？行吧，那你在这等着，我去把车开过来。嗯，等会儿带你去医院看看。我马上回来，别乱动，等我啊。笨蛋，这么紧张。那么现在干点什么好呢？哦，哇，好可爱的小猫。Hello, Lonely Kitty。嗯，抱歉，这位先生，我们好像不认识吧？我不介意向你介绍我自己。你好，我叫苏宁远。苏先生，您是有什么事吗？这个人虽然长得挺帅的，但给我的感觉很不舒服。美丽的小姐独自吹着冷风，我怎能视而不见呢？这样啊，那您继续在这等您要找的人吧，我先告辞了。小姐，你有点着急了，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啊，这个不太方便哈，再见。小姐，你腿上有伤，就让我抱着你走吧。请你放我下来。我这也是为了小姐你好啊。好个屁，信不信我喊了。我相信你不会做这种有损颜面的事情，不是吗？救命啊。小姐，请你理智一点，而且现在是疫情期间，路上基本没有行人，就不要做无谓之事了。救命啊！不回事啊，是谁在喊救命啊？喂，是不是你想子骚扰人家姑娘啊？要不要报警啊？真的假的，小伙子，长得帅也不能耍流氓啊。大家误会了，我只是想认识一下这位小姐。抱歉抱歉。苏先生，您还真敢说，在公共场合莫名其妙的过来搭讪，是不是对自己特别自信啊？真抱歉，女生会更喜欢这种类型的，而不是你这样的。喂，抱我。喂，哦哦，我们走。喂，你又招蜂惹蝶了。都怪你太慢了，去开个车跑了这么久。好好好，我的。江小姐，我们后会有期。一切 OK， 直播开始。近期我市爆发了特殊疾病疫情，
主要针对老年人，对经济和人民安全造成了巨大影响，急需特效药。众多企业挺身而出，为研制特效药贡献力量。恒远集团作为优秀企业中的领头羊，今日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恒远集团董事长周先生。大家好，欢迎你，周先生。放过我吧，求求你了，我真的什么都不会说的，真的，求求相信我，放了我吧。愁死了，我一定什么都不说，求你放过我吧。我送快递，有神好讲义。快想想办法，我不能死，我不能死，谁救救我。声音啊！天哪，快叫救护车！你别掐我呀！痛！哎呀，谁让你贪玩啊？活该吧！不严重，没事，回去静养三天就行了。好，谢谢医生。主任，刚刚送来一个重伤病人，需要立刻开始抢救，请您快去手术室。好的，我马上就到。病人心率急速降低，快点快点。啊，这不是之前我遇到的那个研究员吗？伤得这么重，莫非遇到了什么大事啊？怎么了？你认识他？就刚刚抢救床上那个女生？没有没有，只是有点眼熟。是吗？那个，我还有点事，要不你先回。喏。那我先走了，明早还要与阿诺匹斯的会。病人情况很不乐观啊，身体多处骨折，最要命的是头部受到重创，很可能成为植物人。唉，醒来的概率很低，做保守治疗吧。啊，系统，我需要了解事情的起因，帮我调出能夺取记忆的道具。好的，宿主。什么？五千？你怎么不去抢啊？上次那个记忆消除器不是才500吗？读取能和删除一样吗？不行，你肯定在坑我。你给我整个便宜点的。搜索到追忆卷轴。行，就这个吧。开！阿诺匹斯，一个人，还有苏。为什么只有这点信息啊？你不是要便宜点的吗？所以其实一般不推荐他的。哎呀，这么模糊的线索我也无从下手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有能叫他的道具吗？温馨提示，宿主现有神券5500。神券可以再赚，但我不能对生命冷眼旁观，有什么就换吧。好的，宿主。神都解决了，一个死了，一个跳楼了，估计也差不多了。我那儿被条子查了，先来你这避避风头。条子那边我帮你解决。你说的差不多是差多少？六楼摔下去，基本摔成植物人，所以还活着，不是吗？我再重复一遍，我要的是这两个研究员从世界上彻彻底底的消失。知道了。我送快递，有神好讲义。你干什么？
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你听错了吧？醒了，这里是医院，你很安全。你不是那天晚上闯进我们实验室的歹徒吗？小姑娘，冷静一点。什么歹徒啊？我是组织派来的秘密干部。谈判专家触发中。你是组织的人？是的，之前潜入你们公司调查罢了，其他的我也不好多透露了。我知道你隐藏了一些事，背后牵扯到你无法抗衡的黑暗势力。不过你不必害怕，只要你说清楚事情原委，我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好，给我一点时间，我脑子有点乱。好，你冷静一下，我出去接个电话。江总，阿诺匹斯的 CEO 到了，会议马上要开始了。我知道了。奇怪，为什么不接电话？站住！胸前的工牌都不摘掉，你是谁？力气好大！小鬼，作死！可就别怪我了。就凭你！所以，如果我们阿诺皮斯能全资收购远江制药或大量入股，没想到阿诺皮斯派来的人，居然是这个人。这个人怎么看都觉得特别不舒服，让人毛骨悚然。远江集团虽然现在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不过令我佩服的是，在面对社会疫情与公司的危机和敌对公司的打压下，江小姐能壮士断腕，集中有限的资金将命运赌在远江制药上。正是因为江小姐这样的精神，我们阿诺匹斯公司决定向你们伸出援手。只要完成收购，我保证会无条件支持你们当前手中所有的项目。江小姐意下如何？我拒绝。江小姐，作为决策者，意气用事可是不好的。你看看你身边的人，都是你们远江集团的中高层，你连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你在坚持什么？你说的是事实，但我不想与你合作。江小姐，现在除了我，还有谁会帮你呢？江倩，江倩在吗？我有急事。啊，这又是谁？苏宁，你怎么来了？苏宁，你干什么去了？也不接我电话，还有你的脖子和脸是怎么了？江总，我没事。喂，是我，任务失败，碰上硬茬子了，是个熟面孔，很像老爷之前提到的那个快递员。哦，知道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给我来。我还在开会呢。苏总，这没事，让江小姐再考虑一段时间吧。时间不早了，今天我们就先告辞了。还请告知江小姐，一周后再谈。我送快递，有神好讲义。够了啊，别跟我抬价，我们今天全市的安保公司都跑遍了，你以为我不懂行情？就说你开价最离谱。那这样，就按你刚刚说的价吧。行，一言为定。好了，明天安保公司会派人保护你跟江叔叔，我先回家拿几件衣服，今晚我先去你家保护你。苏宁，你眼里有我吗？谁让你帮我决定的？你什么都不告诉我，又整什么安保公司？是觉得我好欺负吗？生气了？这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我也是为了你好。给我。嗯，这里不能停车，你在车上等着，
我去给你拿衣服。他这到底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啊？警告，江小姐的愤怒值已经拉满了，系统建议是宿主还是将部分计划告知比较好。我才不敢呢，他聪明着呢，你告诉他一点信息，他说不定连我的秘密都猜出来了。只是这次危机也涉及到了江小姐，宿主天气一时爽，追妻火葬场，什么乱七八糟的，没那个必要，我保护他就可以了，能出什么事啊？江倩，这里不能停车，你在车上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江倩，宿主，冷静一点，不能进去。您现在身体机能无法抵御这样的高温。宿主，嘿嘿，好仗，炸死他们！哎，对了，肖哥，要杀这人方法多的是，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显眼了？倒是拿天然气爆炸当说辞，能行吗？放心吧，周总说了，查也是我们的人查，屁事没有。哼，一个送快递的也敢跟大爷我装，上次电话还敢暴露给我住址，臭小子。江倩，你在哪儿？回我话，江倩。江倩，我会找到你的。江倩，你在哪儿？苏宁，是你吗？我在厕所里，好难受。你再坚持一下，我马上救你出去。该死！苏宁，你那边出什么事了？没事，你放心吧。已兑换功能工兵铲。江倩，我马上就救你出来。警告！警告！宿主身体损伤到达临界值，请宿主立刻前往安全区。什么声音？不会吧！苏宁，你快走！江，你走啊！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炸弹即将爆炸的那一刻，我反而冷静了下来。我一直想破解内功体质，做个普通人。看来我很难平凡地度过一生了。系统，花费全部系统点，兑换真气觉醒。嘿嘿，太酷了！完事了，走。爷带你们潇洒去，肖哥大气。苏宁，你我送快递，有神好奖励。幸好系统帮忙隔绝了火焰。宿主，尽快离开，您的点数可支撑不了多久了。苏宁，你抱紧我，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江倩，江倩，别这样！发生这种事情是我的问题，可以听我解释吗？宿主，我必须提醒您，请务必隐藏秘密，特别是不能暴露我的存在。我当然知道，但是现在不一定瞒得过去啊。解释？你以为你藏的秘密我猜不出来吗？难道系统是暴露了？自我认识你开始，你就一直躲着人群隐藏自己，再结合最近发生的事，又是制药又是暗杀，你其实不是普通人，对吧？不说不行了。你太聪明了，我是比一般人强了一点，还会一点法术之类的。我这也是没办法嘛，这种事透露一点出去，马上就传得满城皆知，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啊！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你遇到危险了，下次再有事情，一定第一个告诉你。江倩，原谅我嘛，可以吗？我不
要你这种承诺，我要的不只是我，是我们两个都不要陷入这种危险了，你能保证吗？你听见没有？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也会保护好自己。你发誓？好，发誓发誓。好，那我原谅你最后一次。我。苏宁，苏宁，你怎么了？由于火灾，肉体超负荷，身体损伤到达临界值。宿主的魅功体质增强，单凭眼镜已经不能压制了，所以帮宿主兑换了一套效果与眼镜相同的服装。真麻烦。算了，我们走吧。啊，这么早，我们去哪儿啊？当然是报仇。现在一想，把那个江倩炸死有点可惜啊，要不是因为那个送快递的，兴许我们还能玩得很愉快呢。肖哥，你们继续，我出去方便一下。臭小子，快去快回。啊，是你。肖哥真是好兴致啊，接下来让我们好好聊聊昨晚的事吧。是你？你居然没死？怎么可能？怎么，很意外吗？你装神弄鬼，给老子去死。怎么样，小哥，还要继续吗？快快我啊，我什么都告诉你，求求你放我一马。可以啊，你把你背后的人供出来。是周家，是周宁远，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指使的。少爷，我们到家了。王叔，好久不见。已经十多年未见啊，这么多年来您自己一个人在国外打拼，辛苦了。欢迎回家，大少爷。我送快递，有神豪奖励。你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吧？老爷，已经十二年了，大少爷独自在外闯荡，实属不易呀。是啊，比留在我身边的这个强多了，连个远江集团都搞不定，丢我的脸。父亲，叙旧就免了吧，我们还是开始聊正事吧。急什么，我还是得夸奖你几句，你这次带回来的病毒通过我们恒远食品公司的传播，已经造成市内 20% 的老人感染。我们国人重孝道，为了给自己的父母治病，为人子女不会吝啬手里的钱财，这些都是我们特效药最强的消费军。现在就等你们阿诺匹斯的特效药通过审批，成功上市后，我们周家就会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家族。宁远，你做得很好。父亲，现在畅想这些还太早了，毕竟我们的药一直卡在审批端，无法上市。审批这件事，我回去再跟上面商量，他们无非就是想多分一杯羹。你想多了，父亲，这种大规模试用的药品，上面是不会让我们一个外国药企独自发售的，特别是在国内有公司马上就要研制出成品药的情况下，比如远江集团。你说什么？而且据可靠消息，远江集团的药很快就会通过审核，到那时市场就会是他们的了。混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父亲给别人做了嫁衣裳。老爷，老爷息怒，您现在的身体不能随便动气了，控制控制情绪。滚。王叔说的对，您先别着急生气，
我这还有一个对策，就看您用不用呢。说。我这个箱子里放着的是最新研制的针对青少年的特制病毒。这病毒，父亲，你通过恒远旗下的食品公司将这些病毒投放，就像之前一样。你疯了吗？对青少年下毒？大少爷，不可以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啊！上面不是不让我们的药过审吗？好啊，那我们就增加感染人群，让社会彻底乱起来，到时他们就不得不从了。每多一个病人，多毁掉一个家庭，就能让父亲您多赚一份钱，这不是您最喜欢的事吗？我亲爱的父亲大人。你说他真名其实叫周宁远，你这哪儿找的资料？特殊渠道弄的。原来他是周元的大哥。16岁后资料加密。周宁远16岁后的资料属于一级加密文件，阅读需要支付10000神券。为什么这么贵啊？宿主，与道具相同，越重要的资料往往越贵。爸爸的病，疫情，周家与周宁远，阿诺匹斯对我们的收购案。我明白了，是这个套路。什么？你说说看。很简单，就是要企图制造病毒再卖解药的套路。这套路在漂亮国那边常有发生，只是没想到周宁远敢在国内玩这套。国内对医疗的管控一直非常严，同时对国外药企有着很严格的审核流程，所以阿诺匹斯才急着收购你们，既能绕过审核，也能解决竞争对手。娇倩，在家吗？我有个好消息，关于特效药研究。嗯？你怎么会在江倩家？关你啥事儿啊？我这几天都在。这么说，你们……没有，你别胡说。啊，苏宁，女人谈话，你别听。喂喂喂，她说的话，你跟我干嘛？对了，你上次打赌输了，不是欠我一个惩罚吗？啊？我要你帮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哟，说吧，什么事儿啊？带孩子。大哥哥，又是你。啊？现在闹疫情，你还到处乱跑？这是姐姐交给我的任务。哎，你姐姐也不怕你感染？不会的，我可厉害了。啊，算了，不如想想怎么对付周家，毕竟解决了危机才能完成任务。宿主，钟子英他……啊，又怎么了？啊，小不点，你怎么了？我送快递，有神豪奖励。小不点，你别睡！医生，医生，快来啊！先生，我们这里是私人医院，想要治疗得先付费。钱不是问题，赶紧救人！你把孩子给他，跟我过去缴费，往这边蹭。医生，求你救救我家孩子！医生，医生，我们给你跪下了，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求你了！医生，我们一定会凑够钱的，您先行行好，先帮我家孩子治一下。啊，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这几天很多小孩都突然得了怪病，公立医院收不下，就跑我们这儿来了。你看清楚了，这里可是市内最好的私人医院，费用不是你们能付得起的。医生，我们知道，但是现在只有你们医院还有床位，而且我们农民是不会占医院便宜的，求求你了。不占便宜，那就把钱拿出来，有钱我们就治，没钱就滚。医生，真的没得商量了吗？我的儿子才4岁啊。你们死了这条心，我帮他们给。我看你就是人傻钱都没地儿花，傻子吧。你们起来吧，孩子的医药费我帮你们给，不用还。真的吗？几十万的医药费说给就给，这种好事怎么不落在我们头上？好心人，既然你这么有钱，也帮帮我们吧。我们家里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揭不开锅了。是啊，我
我家的孩子今天又咳了好多血，我们把房子都卖了，好心人帮帮我家吧。我帮他们是富豪，您这么有钱也帮帮我们。宿主，这些人就是在道德绑架，你别理他们。好心人，你快帮帮我，不然我们家快过不下去了。是啊，我家的独苗要是没了，我就不活了。安静。我知道了，在场所有人医药费我全包了。宿主，你没那么多钱啊。给我把神券全部兑换成现金。太谢谢你了，可能能大人，哎呀呀，太感谢你了。宿主，联系钟商让他来医院，顺便把周家的地址给我。请宿主先冷静，就算是周家干的，法律会惩罚他们，正义是不会缺席的。我们先搜集证据，再不到那时就迟了。我有父母妹妹，有重要的人，我不想他们变成下一个病人。对我来说，迟到了就不是正义。既然所谓的正义注定会迟到，那就由我来代劳吧。啊，你听说最近的疫情没有？听说了，好吓人。现在巡逻时间，别多嘴。死再多也只是屁民的命罢了，谁在乎啊。昨天感染了多少？电视上报道已经200人感染，60人死亡。怎么才这点人？明天叫人去集市、超市、学校走一趟，我要立刻见到效果，让市长亲自来向我求药。怎么想做药神啊？什么人？我是来讨债的。你是苏宁？安保呢？怎么放人进来的？安保？哦，你说那帮废物啊，现在可是睡得正香呢。老爷，你快躲起来，这里交给我就好。尽快解决，不要闹出太大动静。我来这只办两件事，一是拿到特效药样本，二是将你们绳之以法。一把小手枪，这就是你的倚仗吗？果然都不是一般人。系统，我要兑换更多的武器。成功兑换武器，宿主赊账2000点神券。小手枪，那你再试试这个。启动。还有这个。什么？我还挺好奇的，你是从哪儿掏出来的武器？这是金刚不坏，这是异能还是武功，或者是修仙者？你咋没提过？这个，宿主，我们晚些再说吧。老爷，我跟他换个地方。碎了。小子，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处。宿主，你没事吧？看来想轻松解决是不可能了。